介绍辛苦的志鹏老师，小鹏老师宋彩云老师，小鹏老师黄孝轩老师。接下来欢迎陆竹高中出场。欢迎嘉欣校友出场。请队长介绍队员，麦克风麻烦。麦克风对面。麻烦传递麦克风到场内。挥手致意，然后速度慢一点。一号林坤哲，二号林志杰，三号林文志，四号郑前省，五号陈伟顺，六号艾杰恩，十号吴正宏。好，感谢。动作大一点没有关系，我们现在一号陈国瑞，二号刘元成，五号李忠，五号徐永义，十五号李忠轩，十四号苏俊，十三号陈冠富，十二号郭敏金，十号吴文友，七号林正昌，九号叶武胜。感谢两队队长。裁判老师检查服装。双方队长准备猜拳，决定攻守。好，决定攻守后急走，我们急走致意，代替握手。急走后请回到各自的休息室，我们准备开始比赛。回到直播的现场，目前这一场是11点的比赛，社会男子组陆竹高中对嘉欣校友哈，是一样都是我们高雄市的子弟兵啊，对，彼此也是很熟悉。好，第一球嘉欣校友，嘉欣校友马上先取得一分，掌握第一波球权，马上取得先取一分。也是感觉得出哈，现在双方熟悉哈，一团和气。是。陆竹高中 Number One 陈柏瑞。啊，陆竹高中陈柏瑞的得分。哦，这个救球，哎呀，还是差一点点哈、啊。队友不给力啊，没有帮忙到，球滑掉了。
好，陆竹高中将球开出来，往左边传，跳跃，直接攻击啊！是。好，陆竹高中陈柏瑞 again。这个陆竹高中一号陈柏瑞哈，是，动位也是比较壮硕了，是，但是他弹跳力还真不错，是，没错，没错。我觉得他有抓到沙滩对那个诀窍哈，对对。夏柏林走步为例，走步哦，嗯。这个好像丁国主任，我们从昨天一直讲到今天哦，走步的部分吗？走步的部分，你看还是哈，其实正常来讲，双方应该是在高中的年纪，对这个阶段的哈，应该成熟度要比较稳定，没错没错，稳定。哦，十分，你看这个，我觉得这个都不应该是。陆竹高中拿球做了一个 pass， 抓到一个空档。得分 number two 二号。我们巧固球啊，最好看的呢，就是在两个攻击手是或三个攻击手在空中接力。对对。哦，这个是我们巧固球搭配这个时间差是，并且把对方调动离开之后，利用手腕的一个运用打到没人的地方。对对对。哦，这个是最好看的，应该是最高境界的了哈，把球打到没有人的地方哈。对。好，你看像这个球，这个嘉兴校友漏接，但是这个球呢是自己不小心，没错没错没错。那而陆竹高中的攻击并没有是、没有打到没人的地方嘛，对对，人的身上是精彩的防守。所以我们要看到一些精彩的好球呢，我们就是要观赏一些，就是他不是往人那边打，真的打空档，对，像这个也是一样。他好像刚好掉到对面的三公尺线，对，是。哦，各位线上的朋友，刚刚我们陆竹高中呢，右手打左边的球员啊，他往这个网子打到对面的网子的禁区，是一样一样是失分，送给对方一分哈。哦，又透过一个手腕的旋转呢，打往这个没人的地方，对，强力的射网。再次宣导，除了场上比赛的队员，旁边观战的观众，请戴上您的口罩。哦，我们现场的 DJ 哈、哦、在宣导，是我们旁边的没比赛的球员或是观众，是啊，请戴上口罩哈、哦。我们这个虽然疫情台湾控制得很好，对对，我们还是不可大意，没错没错没错，要把它积极的，是、按照政府的规定来做好，对。防守立刻的攻击，这个动作很轻松。你看我们这个沙滩场地，陆竹这个沙滩场地这么漂亮，是它其实就是我们高雄市巧固球唯一的最标准的场地。没错，没错，没错，在陆竹区。那像您，您那个海埔国小是在哪一区？在湖内区。湖内区。湖内区是。那湖内区来自好像也挺快的，十分钟，对。那如果你们跟这边托管的是会长这边申请来练习，应该都很自由。有可以可以，对，很自由，对。这边很幸福啦，因为黄会长他也等于说是也很鼓励哈，所以其实蛮多邻近的学校在这之前呢，其实有过来过这边体验也好，练球也好，都是免费的。对对对，是，就跟他申请，然后他就会来服务大家。对，没错没错，太棒了。是。那他退休之后就是当这个是。陆竹高中的五号。哎呀，真的是了不起哈！而且并且我们知道哈，尤其是沙子要维护这个球场。对。不简单，对对，真的。昨天跟我们黄会长哈，是高雄的黄楚伟哈，是聊了，他说啊，他每天都会来扫地，对，因为呢风吹总会有一些对对对对，是是树叶啊之类的，对对，他每天要来巡视，是要来打扫，是，我说哦。对，他退休比没退休还重，没错没错。那这个刚会长提到这个沙子的维护哈，我也听过黄进成老师讲，因为刚开始弄好的时候啊，他可能旁边的排水啊，或者是部分有一些下大雨的时候呢，沙子有可能会流失，所以呢他就必须要再来把这个要补，对，要补，然后整地，然后把那个会漏的地方把它弄补好这样子。沙子要花钱呢、啊，是，不定时的都要花一笔钱。有可能变成是这个样子，就是要维护它的意思啊，对对对，是没错没错。我们所有线上的这个伙伴们啊，朋友们，对，要珍惜啊，对对对。比完赛后有听这个重播的话，是。
你们只要有来的，对对，颜色生活会是是没错没错，大家要一起珍惜它。对 对, 对，不知道管理人的痛苦啊，辛苦，对，出钱出力啊，对对，每天要来打扫，是，然后呢，过一阵子就要捕杀，是，要找经费，要花钱，找不到经费就掏腰包，没错没错，哦，真不简单，是。防守后立刻攻击。其实每一个事件，每一个赛会成功的背后呢，是付出了很多的心血，而且是非常多的人力、物力跟财力，对对，下去做支撑。是。我们陆竹区这边好像就是靠台南嘛，哈。对，它算是北高雄的，就是北高雄。对，陆竹在北边就是湖内，这两个都还算是高雄市，湖内再上去就是台南的。哦，对对对。其实陆竹这边跟你们。湖内以前都是高雄县，是高雄县，对，还没合并的时候是高雄县，对，是，难怪，因为我坐高铁从北部坐高铁来这里，是坐到台南站，对对，这边离台南比较近，对对，好像过来就是二十分钟的车程就到了，是是，好像上半场比赛，我如果搭到左营高雄的高铁左营，来这边要一个小时，至少差不多差不多，对对，是是是。所以各位线上朋友哈，或是国外的朋友在收听的哈，是哦，你要了解到这个地区哈，其实很淳朴，对，它比较乡下的地方，对对对，比较单纯，是。然后这边居民，我们现在这个地方呢，陆竹区一个运动公园，是周边其实很多的设施，对哦对，环境非常优美，没错，规划做得非常好，是是。结果在这么大片的运动公园里面，中间就有一个我们沙滩球的专属场地，是，好像我们这个场地也不开放给一般老百姓进来挖沙来玩，当然不行，当然不行，因为这个部分。黄老师他是说这个沙子哦，第一个就是刚之前会长讲到这个沙子是比较高级的沙子，对对啊，所以如果说开放给一般民众来使用什么之类的话呢，可能对沙子的维护保管的部分就会有比较大的问题了，对对对，它是外面的草皮都是开放的，是外面草皮是开放的，这边的沙滩我们四周都有围栏架，没错，起来是管理啦，对，而且我们也有架设摄影机啦，是是是，因为好像之前也有人是是是进来破坏，没错没错没错，在那边呼吁哈，对对对对，维护好这个沙滩场地哈，是是是，好。好，我们现在第一节刚刚结束，14-8啊，目前是由陆竹高中暂时领先哈，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回来，谢谢。好，我们比赛第二节开始。
现在比数来到14-8哈，还是陆竹高中暂时的领先，这是最后一节。是。其实定国主任，我们现在据我们知道哈，现在也让线上朋友知道，就是说我们其实在全台湾各地都有设置各县市的委员会。对，对，是。譬如说高雄市巧克球委员会，是屏东县巧克球委员会，是台南市巧克球委员会等等哈，是桃园、新北、台北市是哦都有，云林啊、彰化等等。那我们这些各地的委员会，每年也有一些例行公事的举办一些比赛，就是本地的比赛。是，没错。但是我们巧克球很可爱哦，为什么呢？你看，我们高雄如果举办比赛，我们也开放给我们高雄，没错，也开放给邻近县市，是台南啊、屏东啊，甚至于嘉义啊，对，他们也开放你们来比赛，是。并且还免费，不用缴报名费，对，空中接力，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棒的事情，对。那以新北市来讲，是一年大概办2个新北市内的比赛，是，然后新北市内的比赛，他们就完全不收报名费，是，并且您不要吓一跳哦，是，还供餐，哦，我知道，好像就是类似用那种buffet自助的那种方式，与会来的球队，有看过，对，全部所有人都免费吃。对很羡慕，很羡慕、然后连家长、加油团一起吃，是真的。哦，没有啦，因为新北市这边也跟各位朋友报告，就是说，因为也有一点经费，是。然后我们就是也比较场地就利用学校里面的场地，也不用租金，是器材原本我们自己就有的器材，这些都不用费用。哦，然后我们就做一些奖杯，我们尽量把其他的钱做下来，提供你水，提供你餐，是。然后我们也开放给邻近的，如果以新北市来讲，邻近就桃园、桃园，对，哦，包括这个台北市哦，都在我们邻近，所以我们会分别邀请他们一起来共襄盛举。是。好，那所以球员其实整年度的比赛，如果各位教练要调整你们的球员的话，对，你们可以跟各县市的委员会做一些保持联系。对。那你们要调整的时候，临近的有什么比赛，你们都可以去参加哈。我想这个是非常棒的一件事。对，就像这一次，我们这次是第二届的全国港都杯沙滩比赛。为什么叫全国呢？是，就是黄进成会长他希望，对，哦，港都嘛，就是代表我们高雄嘛，是他希望说，其实我也是很愿意开放给，没错，全台湾北中南所有县市，你都可以来报名参加，对，是，所以我们他就多冠了一个全国这个性质，对，当然80%还是以高雄比较邻近的球队为主啦，是，因为这次的比赛跟我们5月20号的师生杯的比赛哈，全国师生杯，对，有一点接近，有点接近，所以可能各学校的对经费上的运用是这有限，没错，所以有的没有来参加这次的港都杯，是，那他们是准备要参加全国师生杯，对，但是我相信明年透过今年的主办单位的这么用心，是从场地这么漂亮，一直到直播找专业的这个飞好传播一起来这样子，整个编排，我相信大家看得很羡慕。对，所以明年呢，我这边呢也呼吁我们黄进成荣誉会长，是不是赶快的在隔壁的草皮啊练习，再多做一个，多盖一个沙滩场，对，可以容纳更多的队伍哈，容纳更多的队伍，对。那以后包括我们中华民国巧克球协会的沙滩赛的例行赛事就办到这里，对。因为如果是两个扣斗的场地，应该就够了，对，就比较从早打到晚，晚上我们可以开灯，没错。那是不是这样子的赛事的容？那都会比较多，因为其实很辛苦哈。是真的。因为昨天跟黄老师聊了一下，他在排赛程的时候是有点辛苦，因为只有一个场地，没错。所以呢，各位朋友，我们这一次的港都杯的比赛是打2节，每一节8分钟，对，从3节缩短成2节，再从时间再从12分钟缩短成8分钟，就是为了让这么多的队伍来参与，每个人都可以有一个舞台的展现。当然。哦，所以可能有的线上的朋友会觉得说，怎么打那个时间那么短？是。哦，其实还可以，沙滩很累的。没错，这样的一节8分钟，2节16分钟是可以的啦，是可以的，那让大家都享受到，对，所以
然后并且透过直播，对，未来各位这个直播在 YouTube 也可以搜寻得到，是是是，所以每个球员都有镜头，对，都可以留下一个回忆，对对，美好的回忆啦。现在可能大家没办法感受，但是你慢慢长大之后，你就会知道，对对 对, 对、哦，原来三年前、五年前我的比赛的那个样子，对，那个方式，对，啊，我现在有没有进步等等，这个都是一个回忆啊，是是是，非常棒。那它就像一个嘉年华一样啊，就是比赛的胜负当然固然重要，但是整个过程那个气氛，包括刚刚会长提到的您新北市办理的比赛哈，包括公餐什么之类的，让大家都来参与哈，就像是有一点嘉年华的味道。对对，像昨天我们也提了，今天是礼拜天，是昨天礼拜六，六日这两天桃园市也在办比赛，办市长杯，没错哦，桃园市侨务球委员会就是在东安国中，王派健总干事哈，他也是学校的辅导主任，是，然后他们校长黄涵珍是副主委，是主委是这个。议员蔡永芳议员，他们非常支持。是。那市长杯他们也办得热热闹闹的。对。他们也供餐。哦，也供餐。也供餐。是。所以，我想我们巧固球呢，只要有能力，我们就尽量来帮助大家了。没错，没错，没错。但是我希望我们所有的球员呢，一定要心存感谢的心。是是，要感恩呐，要感恩。对 对, 对。你要感恩主办单位，你要感恩你的教练、你的学校，感恩你的对手。对对。因为没有你的对手过来跟你切磋，没错，怎么会有你这场赛事呢？没错，没错。哦，所以巧固球最可爱的地方就是场上大家努力的竞争，是场下都是朋友，真的，我们可以相约一起去打篮球，相约一起去吃刨冰，是是是，对对对。刚刚我喝到一杯我们高雄鹿竹这边有名的杨桃汁，哇，好好喝啊！是是，所以我们可以相约去喝杨桃汁等等哈。对。所以有时候我们从事这个巧固球的相关的工作哈，所以我常常跟身边好朋友讲。我们就是永远的志工，这跟职务没有关系的。对对对对，我们担任不管是秘书长，或是会长，或是教师、教练的一个职务，其实就是来服务大家，就是来传承。对对对对，我想这一点，你心存的这个心，你做起事来你会比较开心。没错没错，真的。好，我们离这场比赛结束剩下五十秒不到，哈。啊，比数也拉得比较开了哈。是。啊，毕竟鹿竹高中是体育班专门的球队了哈。对。每天都有专长课、专业的训练。是是。那他们的教练就是陈书国老师哈，也是老国手了。是是。哦，老国手了，哦，是非常有经验的。那嘉兴校友呢，主要就是来自嘉兴国小毕业。对。对。那嘉兴国小的教练就是林思云老师哈，也是我们学生辈哈。对。那他也是国家队的成员之一，是主力。然后他也很棒哈，他以前小学带过的球员，升上国中或高中，他们还喜欢打球，是就会组织类似一个俱乐部的概念，没错，没错。然后又在高雄本地比赛，又没有太多的这个住宿、交通的经费额外的支出的问题，所以就组织他们一起来参与哈，我觉得非常好，这就是我们要的一个精神。是，好，比赛终了，这一场26-19。鹿竹高中获得这场胜利哈，我们休息一下，我们今天早上最后一场球，等一下再来为各位说明讲解服务，谢谢。